收看 People Webcast， 镜头可以记录下流逝的瞬间，透过照片唤起珍贵的记忆。民国百年 People 公民新闻平台特别举办了老照片说故事的专案，邀请公民记者朋友一起分享过去的历史时刻。公民记者大暴龙 PO 了一篇心情分享，小时候生长在农村的他念的是农忙托儿所，这个农忙托儿所可是民国40到60年代特有的一个为了分担农村农忙时一个照顾小孩的机构，在当时候拍照可是件大事，因此留下了这珍贵的画面。而照片当中唯一张开嘴巴大笑的就是大暴龙。公民记者 Alan Lee 则是记录了一位爽朗的赖阿姨。公民记者阿 Ben 说他眷村的故事，透过公民记者的报道，让我们一起分享过去的历史时刻。其实我是从小我是真正的乡下的女孩子。黑白的照片呢，那种年代是最值得我珍惜的，我最珍藏的照片，就是我爸爸的。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因为我爸爸40岁的时候我才生下来，所以你看那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哈就比较模糊。有的照片里面我就看到爸爸，他年轻时候的照片。这是跟国小毕业的时候的学生照，这是我在初中的时候的学生照。虽然现在人家看起来会觉得说我们以前的好不爽，这爽还好，其实在那时候我们是最时髦的。我们以前就是骑脚踏车郊游，那我们就是礼拜天他约好了，他各自带了一点面包，有没有？像这个西点面包有没有？那时候我们都自己带一点东西，然后有时候爸爸妈妈自己卤的啊，我妈妈养这酸呀菜，然后这每个人的父母看会做什么的啊，家里有什么菜，我们就是拿到那边，大家就在这边一起分享，就像这个有没有桌子上这边一起分享。初中我们都很怀念初中的生活，因为我嘉义县中哦，因为那时候考进嘉义县中的都是要很好的，成绩要很好的，所以他们几乎都是很有成就，不是在银行界啊，在老师啊，他当叫做只有我在卖牛肉面。这是我1974年，民国63年从嘉义大龙山庄毕业的时候的毕业纪念册。那时候我们都把裙子一直故意的弄得很短，那时候我们就比较叛逆型，所以我们就故意把它穿得比较短。我去毕业旅行的时候，哈，各一个景点的时阵，哈，遐有迄酒店放底下，啊，阮哩班的查甫囡仔就起哄，看你会当吼，啊，这酒店都摇起来，啊，摇起来的时阵吼，我会当，我特别请你食物件，请咱个同学才食物件，我讲好吼，就真正我就啊，出到所有的胆来起来干。真正是姊妹啊啦吼，到阮即马毕业了的时阵，有啥物困难，你也一通电话敲去，大家拢吼会到帮忙。这一张就我在专科62年的时候，在眉山的街头的那个街道那边，那我们班上男同学的那个机车，啊，这辆机车就我自己买的，我那时候上班。在台北上班的时候，所以64年。如果在结婚以前吼，真正那几家压背，那是我的结婚照。我民国65年的，2月份结婚的，24岁，专科毕业，第二年就结婚了，嫁到台南。你看，从一下子最豪迈的，然后啊，对啊，低的。就你会觉得说变成多压抑，每个方面都要学很辛苦啊，每个方面啊，看慢慢的改善啊。我们那种年代的时候的女性都是从哪农地，我爸爸妈妈工地，
受到很多委屈，我都靠不了克制一下。我有一阵子我还是忧郁症，也得到甲状腺机能亢进啊，我停了一年，然后又九十几年又得到二尖瓣膜闭锁不全，又在那个承担那边又吃了一年的药，压力哇哈，压力上过大就吃药。我到1988年才走出来当志工的。是从鬼门关走回来的啦，我在想说，那我就去当保健职工。或许说，过去的音乐可能圆梦可能还是被搞，可能快结束了吧。1994年的时候，我会毅然的回来说，因为我一直在寻找我想要过的生活，到最后我来领悟到。要为自己而活，身体才会健康。所以那时候我要回来这边老房子，爸爸所留下来的。我姐姐也说赞成，好，你就回来过你自己的生活。美心哪归？啊，每日就唱歌念歌诗，啊念歌诗呀念歌诗，啊心无开，啊就每日来亲像占你归。我即马好去做迄个关怀据点的志工，接受到遮阿公阿妈了，想我讲真正，我足快乐个。我看到阿公阿妈，我感觉讲，哎，我还够做幸福。即马今年已经是100年，我感觉讲，我必须要完全的放下，我必须要勇敢的活下去。1985年开始实施的眷村改建计划，据闻将于103年告一段落。在岁月的洪流中，期盼的总想要抓住一些什么。宪光石村位于屏东县民队旁，是于日据时代新建作为日本军官的宿舍。值得一提的是，原居住在此宿舍的日本军官，现已80几岁了，曾于民国80年间还来关心探视此眷舍的情况，并对同行的儿子说：“你就是在此房子出生的。”希望能保持原有的风貌。相约明年春节期间要办联谊音乐会，把那一份感觉找回来，那就是宪光石村。讲一张啦吼，小方块那个相片，啊，送给每一个同学。哦，哎，那相片依在恁家哦。我们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家境不好，我们都没有买，都没有买，都没有买。好，你今天来跟你的同学见面，你心内真感觉啊？我感觉很高兴啊，好愉快，小时候的同伴。你那边同学会些，那边叙旧，那边回友童年，那些快乐时光啊。常常我们在佩博公民新闻平台上看到比较多的是公共议题或者是地方特色人事物的报道，像这种个人生命历程的报道其实好像比例比较少一点。不过秦玲觉得这种充满了鲜活特色的人物故事其实看起来有另外一种感动，可能是公民记者朋友有点害羞，不大好意思把自己的个人生命经历PO 在佩博上面跟太多人一起分享吧。不过没有关系，我相信珍贵的记忆会永远珍藏在脑海当中，让人细细回味的。Paper Webcast， 我们下次见。